现在在去杭州的路上。上飞机了，到酒店。咦，啊，点了螺蛳粉，真的是螺蛳粉忠实爱好者。练习路上。这个地方的话，高度得就是得一致一些，就是大概是因为这个会比想象中的低，就是怎么穿的这个高度，就是到放的时候手指可以点到地，就是那是这个，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关。现在刚彩排结束，然后吃完了，酒店洗个澡，化个妆，化完妆现在去路上。录制结束了，现在凌晨大概3点多，接近4点左右。洗个澡，休息一会儿，要去机场了。